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来自山西省大同市，我的名字叫杜忠亮，今年33岁，我呢已经做过10年以上的视频直播行业，那也带过上千个主播，从他们开始没有接触过主播行业时候，到了他们每个月能赚20万以上，都是我亲自带出来的。希望在这里呢，可以求职到一份关于直播行业的职业啊！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辅导老师好。热门行业啊，你培养的主播都能挣那么多，你还来求职干什么？他们赚钱多，我才能赚到一点点提成。但是你可以去培训他们呀。对，我现在就是可以。你可以自己做 MCN 呢。那个，我还是想比较，不选择投资的。你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，你如何培养一个素人成为一个热门主播？就比如说，从一开始站到我面前一个没有接触过直播行业的一个女孩子来说，首先从她的外形去看她适合去哪个平台，选平台是第一重要的。我们以人为例好不好？我们就以朱涛为例。就这样。通过她的外形呢，我觉得她如果是做颜值主播的话，应该改变一下发型。发型呢，首先要比如说像那个，她也可以，像她也可以，还有她，就除了朱涛都可以，就除了我，除了我都能当主播。还有东东姐是要长发飘飘那样，对，需要把头发披下来是吧？那不就千篇一律了吗？对不对？还有就是眼镜最好是不要戴，可以戴隐形眼镜啊。你还没说她适合哪个平台。就秀场，颜值主播都是秀场。秀场。其次呢，就是你在选定直播平台以后呢，你的状态适不适合在那个平台生存下去？那我就接下来对你的培训了。就是才艺的培训是吗？帮那一做，你需要做什么？跟你的粉丝怎么样去互动？粉丝说了什么，你该怎么样去回答？这是一种就是培训一些简单的心理知识吧。就比如说。游戏直播，你会喜欢平时喜欢玩一些游戏吗？我不会玩。你平时喜欢唱歌跳舞吗？唱的不好，跳的也不好。可以把才艺也同时发挥出来，那样的话会获得更广泛的粉丝，对吧？哎，你怎么没有问他的学历、特长、爱好？这个你为什么没问？主播应该是不要求什么学历，但是。是不要求什么学历，但如果有一些人在他的学业的专长上，比如说我是历史系，我擅长讲故事，哇，比如说我是别的，他专长肯定跟他的专业是有关系的呀。这个问题还有一个，对，也可以。老师这个说的很对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到底有多少类型的主播？类型太多了，比如说你喜欢吃做吃播，你喜欢说做脱口秀直播，比如说涂磊老师，他不靠颜值去吃饭，我靠不了颜值。我靠不了颜，想靠不了。他可以就用一张嘴啊，遍布天下，对吧？7到3000多万粉丝，非常厉害啊。就马瑞和东东，他们应该算哪类的直播呢？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又漂亮又能干又能说。你为什么要偏偏强调又漂亮又能干？首先说男主播的话，也有很多就是小迷妹啊，专门去关注。然后那个尤其是马瑞哥这个外形了什么的，然后上了镜以后，那更是帅哥一枚。然后再加上如果是说话方面啊，特别声音特别好听，再加上会唱一点歌的话，那吸粉量是很大的，对吧？因为帅哥的长得帅的人太多了，长得漂亮人太多了，你怎么帮他们吸引流量进来？要有内容，你自己主播必须得带那。我知道，我每天我在这干讲，我讲得特别精彩，可是直播间就俩人，有什么用呢？我可以就我的公司团队帮你吸粉，通过好多路。吸粉方式是什么？比如说，吸粉方式给大家讲一讲。比如说，我会砸一些钱在你身上。砸些钱，这个就是一步到位吧，马瑞。怎么变现？怎么帮我们把我们的吸引流量？如何变现？怎么让我一个月赚20万？我赚20万，公司我肯定能创造200万或400万。对，把这事讲一讲呗。假如说你有了几个粉丝，你觉得还不错，你就会私下来跟我沟通，然后我就会给你分析这几个粉丝。假如说从他的生活各方面来说，他开车什么车，他每天在做什么，或者是他现实中有什么好与不好的事情，会有主播分享的。
你讲的这个目前的主播啊，是很说实话，还有点泛泛。不只是泛泛，还是很过时的主播的盈利方式了。现在的主播的营收方式非常的有很多维度的，很多很多。那你觉得针对于现在最流行的主播是什么类型的主播？是带货主播。好，比如说现在啊，我们跟贺东东包括很多企业现在都在去寻求就是带货主播，或者说培养成带货主播， 对吧？那对于这个你部分，对于这目前最流行的带货主播，你有自己的方法跟方法论可以去实现的吗？带货主播我倒是没做过，也没做过就是这方面的培训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光顾着做培训视频，就是单纯娱乐主播了啊。然后如果说让我认为的话，我可以让他去跟一个很红的一个大主播去连麦，然后呢你怎么让那个大主播愿意跟他连麦呢？刷钱。所以还是要先投很多钱、还是这个本身主播是主播来投很多钱，对吗？对，你求的是运营总监，对吧？运营总监或者是主播培训师啊。那既然是运营级的话，你得对刚才你说了一个关键词，对选平台挺重要的啊。对，好，那现在呢，三大直播卖货平台哈，抖音、快手还有淘宝直播，对吧？你帮我们分析分析，他们的优劣势在哪儿，特点在哪儿，也让我们大家有一个知识点跟科普吧。淘宝直播先说，它有自己的一定的资源性，他看着别人在线上卖货，他自己有那么多的淘宝客户，自己也可以去实现，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资源。再说抖音的话，就是他发展没有快手前，但是呢他后期发量，他后期发作的这个力量特别大。然后快手一开始是做，就是比如说主播想赚钱的话，在快手里边必须得去打榜，去顶榜，或者是去接广告去赚钱。现在就是也转型成完全由主播去连麦去带货了，啊，啊。如果你现在变成一个主播的话，你会怎么设计自己啊？我自己是吧？其实你要让我说我自己做主播的话，我觉得有点不太适合。这个行业它不是学高为师，它叫达者为师嘛。对，你自己要践行嘛，对吧？像你刚才谈到说，这个像抖音的算法逻辑你都闭口不提，然后呢快手是为了全部落在我家有厂的农产品，这些你也不提，对吧？淘宝直播它只培育头部，对吧？它不培育中部，所以这些呢你的结构上是不了解的。在春节之后，腾讯会全部开始，微信也会开始，对，它也在思考自个儿的微内容该怎么做。你这些结构不搭，只是说来你的发型不错，你33岁了，你要再往上走，你自己都没内容了。哎，石头老师说的特别好，我沿着石头老师说，就他说的这一点特别关键，你要听得进去。甭管今天工作找不到，找得到，对，这是你来上了一堂课程。我觉得就是比较会过时一点点了，他对当下的直播的模式可能没有那么的熟悉，但是他是有经验的。好，那我问一下，上一份工作你是15000，为什么不干了呢？我想寻求更大的市场。更大的市场指的是，比如说，在外地会接触到更多的机会，会看到更多的人。将来你想专注于哪方面？就是包括主播周边的一些东西都可以。15000是你的最低薪酬的要求吗？对。有地点要求吗？因为我在家都可以赚到10000多。我知道，你本来就不该来，你自己干就，我是你我就自己干了。那个有地域上的要求吗？地域上都无所谓，既然出来了，如果是能赚更多的钱的话，我不怕卷。来，第一轮选择徐国林。还有4盏灯，天生。天生我有才，他准备的是一个培训技能的展示，是吧？把他们当成培训对象，希望你能够有培训师的那种气质和你的方法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在座的也有新主播，也有老主播啊。做了一段时间呢，感觉主播这个行业其实并不像你们刚来时候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那到了主播遇到瓶颈期的时候呢，心态是最重要的，不要听人家说你这说你那，然后你就对自己自暴自弃了啊。那做到了好一点的，就是你的收益业绩都好一点的时候，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你这么一高兴的话就飘了。你刚才的培训内容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
我给你留灯是因为我想用你，但是你刚才培训的太过于肤浅，你什么都没说，而且说了一堆最正确的废话。培训一个主播要从营销的思路，他是要给企业创收的，那么你无论是从把主播当成产品，还是对你企业产品的了解，你都没有任何的干货出来。其实我刚刚就说了一下，暂不说石头老师说的平台的规则，从大的格局几个直播阵营的格局，这是属于比较高阶的，就说中阶的，基于一个主播的个性的打造，你刚才说的心态就是说你别飘了，这不等于正确的废话吗？其实我刚刚都说了，一开始我就把这些培训的东西就拿那个朱涛姐给举例子了，这都太肤浅了。所以其实大家呀也不用再问了，其实很明白，如果他像石头所说，除了那些发型内容之外，他真的有营销的思路，知道平台的玩法，知道现在流行的算法的规律等等的话，他不到这儿来求职了，他早就可以自己搭建一个 MCN， 自己培养主播，自己带回来挣钱了。他更多的还是在主播的这些发饰、穿着、语气、评论，在这些方面他有他的经验，他是比较前线的一种，是吧？也是。对，钟亮是这样啊。整场下来啊，其实我们能看得到，无论说在你的沟通上面，还是你对于整个主播未来趋势的这种预测上，其实很直白的去讲，你如果说在原来的城市里面，我相信你可能会做得很好。但实际上说，通过现在的表现来讲，我觉得大城市可能未必是你一个好的选择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的话，你如果真的想走这条路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真的应该去好好的去学一学，而不应该把现在的赚钱或者是职位作为你的首选的目标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哎，库尔特，我觉得你今天说特别对，我觉得他其实你应该把他带走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也想红，他也可以包装一下，帮你做一下你的直播。我跟你说，他做不到，他做不到让库尔特红，因为的话他没有趋势感。在第二轮选择之前啊，我提醒一下你，你以前的那种秀场直播的那些方式，可能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们不需要。啊，如果说你愿意在直播带货的这个领域再去钻研，从底层学起，再加上你有一些基础，你愿意调薪吗？愿意吧。你想调到多少？调到一万。调到一万，第二轮选择去火力。这个结果想到过吗？想到过，想到过。刚刚就说了，我对直播带货并不是很了解。其实我觉得像那个库尔特所说，其实你可能此时此刻以你现在的职业能力，可能回到原地会比较好一点。但是无论是从我们推崇哪种工作内容，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将来的直播的发展还一定都是科学性的、正能量的，而不是那些靠脸啊，靠一些猎奇，不是靠这个。那个主播将来都会被没落，我们要有内容的直播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再见。